补习课的话呀，我也用吃饭哟，这些那些真的很麻烦了。现在吧，我老公也赚不了钱了，没办法，只能干活，努力了。好久不见，对，好久不见。刚刚去哪里了？好久不见，大嫂。嗯。哇，我都说他们怎？你干嘛了？我在忙那个玉米啊，你看，我都说的有那么早啊。磨磨是吧？嗯，对对对。大哥腿好了一点没有？腿现在就这样的，干不了活。还是干不了活？干不了重活。对，他做的对他不能干。现在你俩调换过来了，嗯，重活啊，妹妹干。嗯，你带带孩子是不是？对对，我也干不了活嘛，直接抱着孩子，干不了，只能孩子带带好就行。嗯、喝杯茶嘛。嗯，好。想吃你家腊肉的。哦、好，你又吃人家腊肉。哟，那我吃个土豆不行吗？可以啊。但是这几天我们都，哎呀，没时间扫地什么什么，我们屋里很脏，真的很。没事。要不我们先扫一下你们。钻进去嘛？没事的，没事的，没事。最真实的，真的很脏哎。最真实的，对，没事的，嫂子。反正我也这几天就是。大哥腿不方便，所以我们能理解的。大嫂平时很忙的。可以。哎呀，我们。又是这么熟悉的地方。记得第一次到大哥大嫂家来吃那个腊肉，烤的，味道特别棒。来，起。对，起。没问题了，走吧。妹妹，人叫你叫大嫂，大嫂叫的我都不知道叫啥了。你要叫大嫂，我要叫妹妹。大哥比你大，比我大，比你大。我这样叫显得他更年轻。你看，我们不是应该哇，我小一点猪啊。你看那个猪是黄色的，好漂亮，很特别。还有金猪啊。你们下次再来再大一点就可以吃了。好的。这个大小了。啊，我们家还有腊肉，还有腊肉，对，漂亮。哎，吃腊肉吃吗？吃腊肉了，我不吃。你不吃腊肉？哪个都不容易，搞点土豆就行，意思。不用腊肉，不用腊肉，不用腊肉，我土豆就可以。土豆。哎呀，腊肉吃吗？土豆肯定不好吃。土豆还好的。哎呀，这里腊肉吃吗？你们都没吃过腊肉，我们这里的腊肉好不好吃？试一下嘛。洗不干净了，你看。一会儿就脏了是吧？用那个泥巴，然后就是这样子，什么都有一个人忙，我就是挺难的。嗯。对，我都有点想你和大哥的，真的。我们也挺想你们的，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了。我相信，我挺想你们的，说实话。还认识我吗，小老妹儿？嗯。加油点。他早就吃了，他现在想说他要吃。平平淡淡简单的幸福，不会再有孤独，最漫长的旅途等下一站结束。大哥能娶到你这样的媳妇儿，好福气。这个不能吃，还没熟。你那么熟。哎，不对，那个蘸点那个辣椒粉，不是辣，不是辣。哇，好香，就这样吃。干嘛啊？真好吃，不浪费啊！我赶紧要吃。好嘞。会来，但是那么久了没来，我以为就是没来。不是大嫂，你不能误会我，我说了我会来，我就会来的。对，因为我们是朋友嘛，对不对？是啊，是。记得第一次啊，到大哥家来吃这个土豆的时候，还是炒给我吃的，那是给我感觉最不一样的一次啊，因为别人家都是烤的。钱。这个不辣的，你吃不辣的。嗯，你不辣吗？对，不辣，你试试看。好，谢谢。大嫂给我拿了点这个。
哦、来，小宝宝呢？酸奶。小宝宝就是他爷爷那里的。他爷爷那里的。嗯，对。嗯，小宝宝的衣服。嗯，漂亮。你看你那电饭锅都不行了，搞个电饭锅。哦，谢谢啊、哦。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呢。嗯。给小朋友刷牙，牙刷牙膏。谢谢啊、哦。啊，你们真的带那么多东西，真的。必须的嘛，我不能空手来。这个衣服自己收拾一下。嗯，好，谢谢啊，真的，太感谢了，大哥的东西，真的。你和大哥的衣服，我记得去年送了很多。对对。够穿吗？对，够。够穿是吧？不够和我说。嗯，谢谢啊，真的。谢谢啊，真的。滚！哈哈哈！谢谢啊。那我们一块交手了。那你们慢走啊。嗯，要不要腊肉嘛？腊肉，嗯，对，腊肉不要了。你家腊肉我喜欢吃你烤的，但是你送给我回去做不好吃吗？再给你烤一块嘛。不用烤，不用烤，下一次烧。对，真的。下次。嗯。你送我真的是，喜欢看你收的。帮我们打个招呼，我们走了。嗯，好吧，拜拜。那么走，拜拜。旋转几轮变成我们深刻的指纹。